如东县位于南黄海之滨，优厚的海洋资源使这里成为了绿色舒适的现代化县城。我叫宁宁，家里祖祖辈辈都以打鱼为生，小时候我最喜欢坐在小码头等着我爸爸打鱼归来，如今这个小码头已经成为了国际性的深水大港，每天都有渔船满载而归。海鲜是我们如东人的骄傲，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品尝。竹蛏汤、朱家烧饼，还有蟹黄包等等等等，各种做法怎么吃都鲜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在周末约上三五好友一起到滩涂来采文蛤，这样收获的海鲜不仅味道鲜美，还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自豪感。你看，来我们这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他们在这儿踩呀跳啊，沐浴在海风里，尽情地享受着大海的馈赠。大海赠予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，现在潮汐和风力发电是如东的主要电力来源，这些充裕的可再生能源成为了如东舒适清洁的保证。大海养育了我，也养育了整个如东，我爱如东，欢迎大家常来做客。领先天下，大美如东。本期乡村大世界带您走进江苏省如东县，跟随我们主持人一起品尝海鲜，游玩乡村。乡村大世界，乡村大世界，吃货也疯狂。到底什么原因让主持人在现场大打出手？龙王，乡村大世界，牛人也疯狂。是什么原因自称顶级第一人的渔家乐老板夸下海口现场给钱？我这个绝活在场谁能操出去，奖金20万。我们农民工大哥会用笨重的挖掘机挖出什么样的精细活呢？这还不算，这刚完成一半。没有保护措施的渔家小伙在桅杆上要做什么样的高空绝技？哎，万一要蹦过去，不要走开，更多精彩尽在本期乡村大世界。虾米蟹酱给惊出来了吧？啊，不是吧！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快跑！我不会讲，别讲，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我们就是随随便便点了点海鲜，我们没有别的意思。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不是我们要干的，是有人派我们来干的。对对对，三样。先生，那我带你们去抓他，好不好？抓他！好吧，好好，我带你们去，我带你们去。哎呀！哈！哈！现场和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乡村大世界。
放开！这怎么压上两个人了？我跟你们说，不是我们要去的，就他让我们去的。你们有事你们就抓他，行吗？太谢了我！啊，平身。不是龙，什么状况啊？不知道我谁吗？你谁啊？来边上秘书，把这大旗拿走去。咱们来到这个如东啊，这是在什么地方？小羊口。海边啊。黄海。就我这手一挥。我指到的这个方向地盘都是我的。你别胡说八道好不好？为什么牛啊？你凭什么说是你的，我还说是我的呢？凭什么？龙王吗？我叫什么名啊？傅玉龙。对啊。傅玉龙，来如东，黄海边，我不是龙王，是谁是龙王？如果你是龙王，那还有龙王自个儿举着一根小旗子到处溜达的。那叫旗吗？那叫旗吗？那不叫旗，那是什么？那叫龙幡。哦。那就是我的标识。啊。你拉倒吧，你是龙王，你还穿个豹纹，你卖萌呢？龙王就不能穿豹纹了吗？龙王就不能卖萌了吗？啊。你没听说有一个词儿就是形容我的吗？什么？朦胧。朦胧就是打这儿来的。对，那。你能不认识我吗？那这是我是文革公子。文革公子，天下第一仙文革。哦，这我倒听说过，咱们这儿文革特别有名，但是这文革有这么肥的还是很少见的啊。哎呦，文革都很肥。我也是咱们如东的一大标志。你是什么？美丽的海螺姑娘。这海螺够画的可啊。花螺吗？花螺啊啊啊！我是龙王，你是文革呀，什么什么海螺呀，啊，都归我管啊！你们俩光到这儿来，让人家压上来，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没完成？我不是把你虾兵蟹将都给你带来了吗？刚才对，他们都来了。我这是虾兵蟹将吗？这不都虾兵蟹将吗？你们如果真找不着，我就随便这个，我手一挥，就这范围有的是，全是很牛，信不信？你又胡说八道，你手一挥，不信给你找个年龄稍微长一点的。哎呀呀呀！这个哪吒是吗？什么哪吒？来，您告诉我，这就刚才我们跳的叫什么？这是马夫舞，相传200多年了。我们这里有一个传说，是纪念一个领袖叫张巡，他在我们这里就抗敌立了大功，以后战死在沙场。唐王为了纪念他，封他为都天王仪，以后就令天下建都天庙。哎，那个时候好多百姓到庙里面去敬香，去祭拜他。哎，那个就以后就形成了，就是烧马夫香，他们边烧边跳，边烧边跳，就形成了现在的跳马夫。跳马夫？哎，哎，哎呀呀、啊！不是，大老爷们都穿裙子。为什么穿裙子？知道吗？你干活方便嘛，干活方便。裤子有蓝的地方。错了，我们这里不是海边吗？移民在古时候下海啊，他们是不穿裤衩的。哦，他们把外面的外套脱下来，这里一搭。现在为了好看，就弄那个围裙。演变过来了。啊，演变过来了。嗯。那我想问，为什么跳马夫这个他没有一个女演员？这比较忌讳。这个都天王一上街的时候，就一般来女同志都是让路的，退避三舍。你看他们嘴里面都有封口的，那个时候就只能跳，不能说话。这个跳马夫实际上现在呢，是我们这个如东当地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国家第三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哎，好了，谢谢。你不是派我们有任务的吗？就是啊，我找了一个牛人，他姓张。叫张国群，我的宝贝，每天2-3点就有人过来排队买，每天能买2-3吨。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吃了它，就赞不绝口，誉是为天下第一仙。张大哥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张大哥卖的就是文革，他结合如东特有的地理优势和特点，把文革苗放养在种植紫菜的滩涂上。这样不仅节省了养殖文革的地域成本，还把紫菜产生的有机生物当成了天然饲料，文革的排泄物变成了紫菜的养料。这种套样模式不仅为他带来了财富，还为其他紫菜种植大户打开了财富之门。掌声有请张国群。
帅吧？哎呦，就刚刚他往上一走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这是如东来了周润发呢。这就是我们如东的发哥。发哥是吧？我跟你说，他、哎、你看端着盘子来吗？你来就来，还带什么礼物？哎，你猜这是什么？跟我有关的。跟你有关？跟他有关。天蓬元帅。什么？你有看天蓬元帅放在盘里端来的吗？猜不出来。你看这，他们给他看看。你这刘谦的学生这是？哦，端了一盘形态各异的文革。对，人家大哥，我跟你说，那可厉害，人家是从小就在船上长大的。有多小？我们是海兵长大的。对，我18岁就上船。啊，这股船老大。船老大，我听说您太忙了，天天在家一天销售就能销售多少？是啊，文革差不多每天都要卖2-3千斤。2-3千斤每天、啊、那是不是挣了很多的钱呢？是啊，那个时候批发的时候基本都用卡是可以卡的，用卡尺量钱。对呀、啊、就是不数了，没时间数，这卡尺一个20公分5万。好嘞，走了。这一天您作为个人来说啊，这个销售文革就能销售这么多，那我们如东的产量是不是太大了？如东的产量占全国的出口量的30%以上。不是文革的朋友们，这是金元宝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位张大哥厉害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批文革你会吗？会呀、啊，这不就是轻易就弄开了吗？我跟你说，让大哥先给你做个演示，然后你挑战一回。来，好，上桌子。怎么批？哎呦，这生着可以吃吗？可以吃啊。你吃一个我看看。好嘞。用来点芥末吗？啊、哎、呦，不用，本身就可以吃的，生吃的。啊，你来一个我看看。等一下啊啊。他真就给吃了。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办吗？啊，如东靠海边的人全部是吃海鲜的。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我今年51。啊，好年轻啊。厉害吧？不像啊，这就是吃文革吃的。哇，吃文革吃的。据说这文革是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。对，是吗？说对了，说对了。我来试试，我来试试。无从下刀，你这是。哎呀哎呀，你要干嘛？哎，吴老师，我最担心的是你的手。这文革遇上你，他会很痛苦的。哎呦，算，咱比一比吧。这样，大哥，您批10个，他批2个，他能批2个，就算他赢。好的，好不好？来，来，预备，预备，计时开始。吴艳妮，2个，你可以赢的。哎呦，这边大哥也不是很快。哎呀，大哥，哎，你看那边是不是你媳妇来了？你这看看看，我真的是你媳妇来了？我不看，我媳妇不在家，我不看。哦，你能帮我？我不看。哎，我不看。我有帮手。哎，真的，这个是力气活。哎呦，哎呦。啊，好棒啊！哎呦，再来一个。哎呀，这大姐一看在家就是个女汉子。大姐其实根本用不着这个刀，她的指甲也没问题。好，我们赢了，胜了。那您作为船老大，咱们也不能说上来就批个文革，咱们就算这个很牛了。还有别的没有？更牛的啊！上世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啊，船出海啊，全部是手工起锚的。对，他必须要有老大的吆喝的号子，船工号就是你来发号施令。那比如说你上船了，怎么来号召大家开船了？喂喂喂，你个山网友，哎嘿网友啊，哎，我想问一问，那个时候就有手机打电话吗？喂，什么手机啊？那你就是喂喂喂喂。什么？你那是喂没信号了好吗？这个喂喂就跟我们现在1234一样的，哎呀，齐心合力的拔带，打拍子，然后开始干的。你张大哥真不错，太好。不，你不能把这说的太，我这边牛人就比他那个厉害多了。我跟你说，金元宝。那都不算钱，我这位土豪朋友牛人，那挣钱挣的老多了。我养的宝贝鸽蛋就在我身后的这个棚子里，它这个市场的价格呢一度超过黄金，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字，贵。
这位大哥的宝贝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么一条又细又长的小鱼就能卖到黄金的价钱吗？原来这种小鱼有着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，鳗鱼。仅仅这一条鱼苗的价格就能达到10元，因为鳗鱼苗还没有人工繁殖技术，必须要在海洋产卵，回游到淡水江河成长，因此通江临海的如东地区也就成了鳗鱼苗生长的绝佳地段。而在鳗鱼苗一个月大的时候，就会被空运到广东的澄鳗养殖场，因为那里的水温度高，可以节省加热设备成本，提高养殖效率。等到它变为澄鳗时，价格就能翻为原来的30倍，可真是名副其实的软黄金呐！来，有请沈军老沈带着你的宝贝上场。三位老师好，我给你们带宝贝来了啊！不是，这个是，我吃过这个啊，你我也吃过。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银鱼。对。拉倒吧。对呀、啊。不是那么简单的，真要那么简单，我还用你们猜呀、啊？这是我们如东的特产，是我们如东的宝贝。骗人！又在这吹。是啊。你是不 是你是不是如东里边最能吹牛的一个人？不是。不可能，就这几条小破鱼。什么叫小破鱼？那可老珍贵了。这不就是小银鱼吗？鳗鱼苗，那不是银鱼。鳗鱼是这色吗？它小的。鳗鱼，鳗鱼都是一块一块的，好吗？一块一块。哎，那是熟了的。好鳗鱼，我们吃过，这个很贵的，很香的。哎，对。那小的时候就长这样。这就是小苗。哎。这多少钱一条？最贵的时候，超过40块钱一条。这个东西呢是纯天然的。人工没办法繁殖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说这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。对。那你们这能打到，别的地方也能打到，到哪儿？那不行，只有我们如东这个海岸线，因为它的水质比较好，它是黄海跟长江交接的地方。淡水和海长江入海口是吗？哎，所以说大的鱼苗它只能在我们这里孵化。它在这里回游到这儿。对。然后在这儿。在这里生产生孩子，生孩子哦，这养大了能卖多少钱？养大了，养大了300块钱一条吧。厉害不厉害？要不我帮你们请出他的爹和妈，哎，给你们瞧瞧。虎父无犬子，来把他的爹妈请上来。不要走开，广告之后更精彩。他妈不就一个人来的吗？两位主持人啊，这个呢，既是这个鳗鱼苗的爸，又是他的妈。哦，你这话胡说，真的啊，真的，他是石东奇，他是又是爹又是妈。他生了小朋友以后，他就变成爹；他没生小朋友前，他就是妈。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如果他那个雌雄比例不均匀的话，他会自己调配。哦，就这个鱼群里面，如果男的多了，那就变女的；对，如果女的多了，就变男的。是。你说这是人要是这样该多好、啊！问一下沈大哥，这个鳗鱼，它的营养价值怎么样？我这个鳗鱼啊，营养价值非常的高，嗯，所以它也特别的贵，嗯，所以说我们如东人的长寿跟这个吃这我这个鳗鱼是绝对有关联的。刚才那个张大哥也说了，说长寿长寿，那我们这大概长寿老人有多少？我们如东长寿之乡名副其实，长寿老人就超过，差不多是接近300。哎呦，服不服？不服，因为没有吃到过。我今天也带来了我这个鳗鱼的烤鳗。你们俩要想吃很容易，先比赛抓鳗鱼。来，请上我们的工作人员。我盼这一天盼了很久了。等等等，先别吃，哈哈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别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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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先不能吃。急眼了，我跟你们。你不要逼我，你逼我抓活了我就啃它。哎，就是。怎么比？沈大哥。谁抓的多谁就赢。这一共才1、2、3、4、5条。对，所以说很简单嘛。啊、准备开始。我们顾老师赢了啊，你胜了，你胜了。龙王，你天天吃海鲜
你瞅瞅你们俩说的，为了这个已经跟兄弟大打出手。他们说了，赢的吃这盘，输的拿五条走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都不要了，都不要跟我吃了啊！我真吃。怎么样？服服服？你要给吃我就服，你要不给吃我就不服。不是那个，就不给。我跟你说。不是你不能。你不给是不是？我就不给。行，我自己出去。我赢了，凭什么给你？我自己出去，各种海鲜我吃个遍。我对，我边吃我还边玩，你去不去？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，是吧？我跟你走，我跟你走。你给我走。如东的海鲜市场规模庞大，品种丰富。刘刚和五爷妮也想大饱口福，他们能找到什么好吃的呢？贵妃出狱，仙女卧床。贵妃出狱和仙女卧床到底是什么菜呢？我刚刚问过了，王二小是做最好的厨子，而且他做的菜的名字特有意思，叫贵妃出狱。不对吧？我问的也是王二小做的啊，叫仙女卧床。你们两个别在这争论了，快点找王师傅一探究竟吧。这个贵妃出狱和这个仙女卧床是一个菜式，一个菜两种做法，到底哪种做法会更好吃呢？如东明吃贵妃出狱是如东宴席上必不可少的头菜，尤其是以王二小师傅做的贵妃出狱最为出色。这道菜是以如东特产竹蛏为原材料所制成的，做出这样一道菜前后大约需要3天的时间，因为做好的蛏肉隐约出现在汤中的形态，使人想起白居易温泉水滑洗凝脂的诗句，故而得知贵妃出狱。贵妃出狱来了。哎，这就是贵妃出狱。对就是这个竹节蛏吧，它这个竹节蛏的蛏干，蛏干上面还有一些蟹黄粘在上面，你知道吗？就蟹膏粘在上面。对对对对。然后你嚼到嘴里之后嘛，很有弹性。哇，看到没有？我推荐的这个贵妃出狱最好吃吧？不是，那还有我那个什么呢？那个仙女。仙女卧床。来，在这边有的。是这个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。哦，这个长得就很像仙女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仙女，我给你发一个啊，看到没有？你选了一个最很肥的，我给你这个是洋芋花一样，看到没有？这是头，这是腿，这是身，对对对对，像一个仙女卧在床上，所以这个叫仙女卧床。和那个呢，那个就是这个食材竹节蛏，竹节蛏就是这样，像竹节一样，竹节蛏晒干了。哎，对对对，煮完了以后，给它晒干，晒干，对，然后再发，再发，再做的那个，对对对，贵妃出狱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原本的食材，对对对对，对吧？对对，就是原本食材，意思是吃原本食材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来吧，尝一尝。哇，不用蘸别的吧，就这样吃。你也可以蘸点醋，也可以不蘸的。这是我目前为止。吃过最好吃的海鲜，未来不知道。主要是鲜。对。那玉龙可是没有口子，咱们肯定得给它带回去。这没有的，这边我用用量大，不用，这食材没有的。啊、哦，没有了呀。对，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要不然你们自己去海里面去找食材，我叫我这边的王师傅给你们加工。那我们怎么去找？对呀、啊。你们凑凑到一起去啊。分隔，如东104万亩的大滩涂盛产着文蛤、四角蛤、竹蛏等数十种珍稀贝类和其他海产品。刘刚和五爷妮想在这里收获什么呢？够一盘去了。现在在海边真好，有吃有喝。我的妈呀！哦。嘿，哥哥，小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您这是干嘛呢？是拉文革，拉文革，哎，怎么拉呀？就是往后退，看到那个爆起来了。大爷，我们能试试吗？可以。看大爷操作的这么熟练，刘刚也想来试试。为什么我一拉就没有了？这石头。
刘刚，你能挖得出来吗？我说刘刚，人家挖文革靠的可是多年的经验，讲究眼看、耳听、下手准，你还是快点去找竹称吧。三哥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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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那个找那个竹签，嗯、啊，找竹签呢？我们也是要找竹签哎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这个是挖竹签的吗？我这个是搞那个西施蛇的。搞西施蛇的，你找竹签为什么要拿西施蛇？我还这边还有一个钩子。哦，正好这边还有一个。两个工具不一样，那哦，就他们俩生活环境是一样的。啊、这个就是竹签，这个怎么搞呀？这个上面两个小眼，哎，两个小钩。钩呢？钩就这样，就是找到人顺着这个洞，这两个下去，然后找那个角度一钩就出来了。哦，那你能让我们试试吗？可以。啊，你出来了。哦。吐水，他在吐水。哎呦，不对，我的脚这就是竹签，看到没有？是这意思。这就是我们吃的那个。你知道吗？就是叫仙女卧床，就是用新鲜的这个做的，然后把煮熟了以后晾干，然后再发开，就可以做那个了。叫贵妃。贵妃出浴。这前面是的，这个前面啊。哎、哦，我把这个弄一弄。西施蛇看到没有？西施蛇，这长得像西施的舌头的，里面。看到舌头没有？哎呦，我又看见了。刘刚和武艳妮不仅找到了做贵妃出浴和仙女卧床的竹称，还找到了如东美食西施蛇。看到没有？收获颇丰。找到了西施蛇，还找到了竹称。哎呀，对不对？一共炒两盘了。两盘足够了，我们立刻找王二小师傅给我们做去，好吧？对，做海鲜的师傅。王二小，王二小。这俩永远别回来，没有多大出息。这是西天取经回来了，后边还跟着个白骨精，你看。来来，哇！你们俩要不怕很沉，你们俩就一直在抱。来个桌子，没关系。这道菜，就是我们在外面已经喝完了一碗的，好喝。对，你看，站，这碗叫贵妃出浴，这个哎叫西施蛇，这个叫贵妃出浴，那个叫西施蛇，这个也很好吃，你入口即化，然后就软软绵绵的，哎，尝一个，给你尝一个是吧？尝一个。这样老师很辛苦，来。你这是要气死我呀！好不好吃？好吃。你死鬼，你给我下去！要么给摄像端走，好吧？对，也好。随便吃，好吧？几个摄像，你们谁吃了？你们这个月奖金一分都没有。不给你吃，你让你干着急。我也不着急了。你看，人家连桌子都不给你吃。就不给你吃。桌子吧你。我也不着急，这儿我跟你说这么多好朋友呢，你们俩不给我吃，你们俩小气，我随便我找着有好心人，万一哪个好心人啪请我到他们家，哎呦，这大哥就你了，你看我大哥一看就是渔民，我刚刚一说谁能够给我出这口气，大哥啪就说我好人，那您赶快给我弄点海鲜解解馋啊，如东海鲜太多了啊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介绍点鱼鲜怎么样？那您端上来鱼先，端暂时没带，我们换个形式。换个形式，换什么形式？换个形式可以。换，来，换吧。哥们，几个，咱们把蠕动的那个鱼先给他们晾晾，怎么样？哦，干！你们俩还不给我吃？你看看我这人来多少亲戚？咱们就来唱一段，就唱个说唱的那个。十二月鱼鲜，好，说唱十二月鱼鲜就如同咱们那个饭店里的菜谱一样，啊，对，差不多。我先听听，来，掌声欢迎。好，哎呀，美丽的个黄海就水呀连接那嘿，无奈的个卡住在黄海的那头，眼里自己山。
上来是控制那个鲸鱼北京藏鲟。四月里的热鱼嘛大海赢家，五月里的马鲛鱼卖白色的单价，六月里的潮鱼嘛肥又大，大汉我开心的转笑哈哈。记得那个八板九箭头，十月的四鱼下下上起头，十月带鱼白如银，十二月的鱼蛋是最好的闻名。欢迎进入黄海住北天天，我们的个家住在黄海边，一年四季十二个月，遇了一个鱼儿是一样的水仙，鱼水仙。哎呀，有没有给你出口气？哇，这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可是给我出了气了。就刚刚你们俩端那两盘，那还酸菜吗？你听，十二个月，想吃什么有什么。你们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呢？废话，有什么鱼啊？人家这打小就在海边长大，人家还不会走路，就会分辨是什么鱼。可是刚看他们的表演，不像渔民呢。对、啊。你怎么从哪儿看？还跳街舞。他会跳舞，渔民就不会跳舞吗？你太小看我们蠕动的渔民了。哦，我们蠕动的渔民在劳动的时候都是跳着舞的。哦，中间唱歌是你怎么跟谁学的？那个电视里面看啊，还有那在有的时候到现场看啊。受什么启发？其实它很简单的，我做一个动作你也会啊。我手上抓一把虫子，虫塞你这个衣服里面。啊，你不是跳起来了吗？咚哧个哒哧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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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妈！人来好险！哎呀，主持人啊，这太有才了！哎呀妈，看着都痒，比我们渔民还厉害。这就是，哎、这就是传说中的抽了。你说了十二种鱼是吧？端上一盘了吗？一样也没吃着，真没。带，这样，到我们家吃，到对，到我们家吃，到我们家吃，到我们家去吃，我们随便他吃，自己烧本港的海鲜，假仗义，知道吗？没带，假仗，没带，说你去我们家吃，明知道你活不到那时候，啊，这就叫假仗义，真小气，去回家，让我嫂子们给我做好。咱蠕动还有一句话，吃到大耳瓜子不得。吃的大耳光都不得，普通话讲就是吃了大耳光都不丢，就那么好吃。哦，就是咬在嘴里，抽嘴巴了都不丢。就是你宁可把脸扇烂，嘴里边鱼不能吐出来。那行，那就回家去给我准备十二月去。好的，咱们去准备，咱们回家准备，快准备。怎么样？看看我找这个一个比一个好，所以龙王不用像你们到处哎漫无目的，我是随便的。我们也随便，刚才我们也去画里说，我也画到人了。我是说我随随便便找一些人。我也是随便找一些人都很厉害啊。在哪里？来，掌声有请邵飞。哦。来，掌声鼓励。呀。哎，邵大哥，这边。这就是你找来的送菜的。大哥，那个，您告诉他您干嘛的？我是瑜伽的老板。瑜伽的老板。哦，不是，干嘛要用这个下巴顶这个呀？对呀、啊。下巴顶就稀奇吧，特色吧，人家饭店里就没有。哦，招吸引顾客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够绝。嗯，对呀、啊，就一个。不是，这就是开场，给你端条鱼来。哦哦。那还有别的吗？不是一直说鱼吗、啊？还有啊，我跟你说，他绝技就是顶这个。顶这个板凳。对你有多少板凳，顶多少板凳。现场有没有板凳？我们上点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加上这个十三个。你怎么玩这个呀？下巴。用下巴顶是吧？就是还用下巴。顶几个？都顶起来。对。啊！你自己要把自己砸到，我们可不负责任。不让你负责。人家在饭店每天都这么演，对对对对对，让我们闪远一点。来，用下巴顶起十三条板凳，每条板凳重达十斤左右，这相当于需要顶起一个成年人的重量啊！脆弱的下巴到底能否承担这样的重量呢？让我们眼见为实吧。现场有观众朋友们，平时自己没事也愿意顶东西玩的，一会儿咱也可以上来啊。你看似它很乱，但是你看它摆放的是有讲究的、啊，对，很有讲究的。大家在数呢，十三个。如果是的话，掌声告诉我一下。十三条板凳，来，我们看邵飞，哎，开始挑战，加油！十三条板凳加起来一百多斤呢。哎呦，一个瑜伽道的老板，我都担心他那个最底下那个凳子腿会不会折掉。其实拿手
哎呦，它撑起来都很难。对你托起来是很费力，托起来掌握平衡的。真的是要架在下巴上。哇，其实这不光脖子要有劲，腰也要有力量。哇，起来了！哇！怎么平时没事练铁下巴干嘛呀？玩玩，玩玩。啊，你看看人家，看看人家。不是，其实我也是找来着，只不过是各种找没找着。你不能因为你长得好看，你就不努力，是吧？现场，更何况你长得还没有那么好看。别这么讲，这现场有没有人能？你看，有人帮我来了。合着你没找，这是临时抓一个是吗？你刚才看他顶那板凳厉害吧？看到了。厉害吧？不厉害。你认识他吧？我认识他，我跟他门对门，他是一家肉。我也是一家人。哦，这是仇人呐，同行是冤家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他刚才顶了鱼上。那您我你不知道我顶什么？您能顶什么？我这个绝活在场，谁能超出去，奖金20万。这位大哥，你也太能吹了吧！20万可不是小数目呀。到底这位瑜伽乐老板拥有什么样的超高绝活，让他底气十足，夸下海口？他到底又能否保住这20万呢？你确定家里有20万是吧？这个瑜伽乐嘛，我们卢东人嘛，有的是钱。有的是钱也不能这么花呀。我想说，大哥，您到目前为止发出去几个20万了？不可能的，没发出去过20万，不可能。今天我们就搞起来看。你说搞起来看，咱们搞什么？来，把我的货拿来。好，怎么着？你这是干嘛？我把这个5、6项东西啊，顶在一颗牙齿上面。咱别吹了，好吧？你直接来。别吹了，你就直接来，朋友们。今天他如果表现不成功，20万咱们大家伙分。好。见者有份啊！谁掌声多，分谁就少，是吧？哎，分的就多。你说人家瑜伽乐老板做着生意还表演着，然后这两家对门瑜伽乐谁都不服谁。你别捣乱，你别捣乱。民间有高人，你都不知道，关起门来他在家练着，对，对吧？完了，客人们在他们家看完，去他们家。两家都看完了，没吃饭走了。是真的，这些东西都在牙上，很厉害。对呀、啊，哎呦，好多种啊，还有蛋。哎呦，他这个是挑战项目，就是他一会儿演的，现场有谁能上来把他干败，20万拿来。哦，还有一条小鱼。哎，你看有如东符号，啊。风力发电，你瞧，你真的把蜡烛都吹灭了。你看，你看，这东西都他自己做的，那都酒瓶。你看少飞在边上看着，面露不服之色。难道你这道菜叫烤鱼吗？还干嘛呀？还拿唢呐干嘛？你现在嘴站着呢，怎么吹？哦，鼻孔。这个还在转，这个也在转，这个也在转，看到没有？哎呦，还要转，还要转！大风车这都体现出来了。还要打，他要打！哇，他打出去鸡蛋落在杯子，落蛋。哦。你看上面那个鱼有个风车，我发现了，我们如东还是绿色能源之都。你看后边有很多的风力发电。来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哦。哎呦。哦，也得要一个一个撤，还不能一起。他是一心多用。两个鼻孔在吹唢呐，然后舌头还在转着瓶子，眼睛还在盯着这个玻璃。哎呦，但你这个没分量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本事让你那个少飞把板凳顶起来，用舌头转起来，我看看。那板凳腿又不是圆的，对不对？哇哇哇哇哇哇！哎呦！哇！哎呦！大哥，你告诉我们大家，你接下来要干嘛？把3个鸡蛋顶起来，然后把衣服
脱掉。什么？牙齿顶三个鸡蛋还要脱衣服？我说大哥，您这三个鸡蛋怎么叠放在一起呀、啊？这平衡度也太难掌控了吧？能在家里研究这个？啊！哎呦！哎，这个真的要比那个板凳要有难度，它要那个点要放得特别准。哎哎哎！脱衣服。这是要干嘛？这又是一心二用。我看你怎么出来。这就是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。你别逗他。就是折腾自己。哎呦哎呦，小心！风开始有点大了，你要小心哦。哎呦！穿上！你要把它穿回去。真能穿吗？我想此时此刻最恨他的就是下这三个蛋的老母鸡。那老母鸡说了：“你这么折磨我孩子，我是招你惹你了？这是。”那个蛋是真的吗？哎呀，检验一下。哇，没问题。哎呦，怎么样，我这边那个牛人牛不牛？你这个不行。怎么就不行了？我的本子没打好，我盯着小孩给你看一下。板凳上面坐孩子。你是自己孩子来了吗？是别人的孩子。你要别人的孩子你当然放心了，我不放心。是不是自己孩子？借的啊？借的。哦，你跟邻居说，哎，借你家孩子，我顶着玩。就从对门借的。来，在哪儿呢？小朋友。小朋友，你怕不怕？不怕。孩子表情很凝重啊。对。哦。来，我们看好啊，安全第一。他这个重心不好掌握。安全第一。哎呀，小姑娘胆子挺大呀。可以了，很成功。掌声给小朋友鼓励一下。哎呀，厉害，漂亮。怎么办呀？你这人家能顶起人来，这20万马上就恭喜妈呢，妈在那，看到没有？李姐，哎呦，我还有。你还有啊？对呀。那人家都顶起大活人了，你这顶？对呀，你顶什么？冰箱啊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啊，这个叫丰富。来，上冰箱。有没有秤能拿上来？来称一下这冰箱，这有多沉呢？好，50多，就算55吧。哇，他起的时候人都抬不起来，是要用机器把它抬起来。我们栏目曾经来过很多顶冰箱的牛人，不过这位瑜伽乐老板是用脆弱的鼻梁顶起重达110斤的冰箱，这个顶法我还是头一次听说，他到底能否成功呢？我都不敢看了。千万注意安全啊，行就行，不行咱们就不要勉强。这个不松手也算吗？因为有风，他要找一下平衡。哇！哇！好了！行了！我们相信你！可以了！哇，谁可以了？可以了！冰箱！哎呦天哪！最坚强的鼻梁，那肯定我们就赢了。那还用说，20万算是保住了。好，
那刚刚的两位啊，也祝你们这个瑜伽乐的生意越来越火啊。虽然说是生意上是这个，实际上同行不是冤家。哎，对，哎，也希望呢把自己的生意经营的越来越火，好不好？好，哎，加油加油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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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掌声送给两位，谢谢，哎，厉害吧，厉害吧。厉害，不过也不是特别厉害，这哎是吧？我们这厉害的上来，你就说都不是特别厉害。对呀、啊，你想干嘛呀？不是你们俩如果对我有意见，你们可以不在这里主持，你说说，都不干了。对，我们出去爱跟谁跟谁。咱们到海边去，我们去踏浪，我们去吃海鲜、哦，好不好？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滩涂上面，看到身后没有？有很多的渔民朋友，然后他们呢也是靠捞海鲜，哎，各种各样的工具，对，发家致富的。所以我们看了这个，很奇怪啊。对，这个是什么？破文革的。破文革的？怎么破？大哥，你能给我们做示范吗？做一个示范。哦。这么调皮的动作。就是你知道，平时我们都是这么踩，这么踩。对呀、啊。脚太小。这个面积就会增大，对，有这个就比较好。哦，哎，你别看，哎，它有吸力。哎，我怎么踩到别人那里去了？你踩我脚了。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那大姐，你那个是干什么用的？这是爬文革的。爬文革就是拿它把这个拍出来，然后把它爬出来，是吗？对对。如果说真的。在这海滩上，大家都站一排，100多人一起，是一个什么感觉？哦，那来试一下吧，准备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我站的位置很危险。预备，开始。拍板是如东滩涂上采文革苗的重要工具，今天我们的主持人就要和大家一起配合用身体模仿拍板，进行一场激烈的比拼。本轮比赛，每队将分别派出3男3女进行接力比拼。女队员抬起男队员双腿，男队员用双手爬行至指定范围内，将滩涂中露出的文革收集并运回终点。规定时间内运送多的一队获胜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双方队员。预备，开始。双方队员出发，别看小五队的渔民大爷已是白发苍苍，可却是老当益壮，比起年轻的小伙子一点都不差。他到底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呢？我说大爷，您这犯规也太明显了吧！刘刚队率先到达，可第二名队员出师不利呀。我说兄弟，你可不能泄气啊，就是爬也要爬到终点。吴英一，你和这位帅小伙配合的还是蛮有默契嘛。刘刚，你的身材也太难为你的队员了吧。
哈哈，原来刘刚还是蛮灵活的嘛。怎么刚夸你就摔倒了呢？快起来，加油吧。胡延妮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哎呀呀，我的妈呀！没事，我找找你。我说大哥，你在这里就游泳，水太浅了，时间不多了，加油！时间到。你要这个，你要再敢把舌头伸出来，拿文革夹你。那我们也赢了呀。赢了就赢了呗，什么了不起的？什么呀了不起？就是因为我们赢了，所以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我们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孩子牛。你们把孩子当牛啊？你们什么呀？孩子牛是在海里面行走的牛。海子牛是中国五大优等水牛之一，因其体型健硕，四肢粗壮，早在唐代就被广泛用于海上劳作。如今海子牛的工作已经被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所取代，但开拓进取踏实肯干的海子牛精神依然被如东人代代传承。你有坐牛拉的车吗？对呀、啊，那很牛啊。你有坐过猪拉的车吗？我坐过。真是的。还剩下一轮吧。下一轮这个比赛，我跟你讲、我们一定会获胜的，因为接下来是比力气的。哦，那我们这边的力气一个一个那就不用说了，第一轮已经看到了一。各位老人家就别怪我们无礼了。本轮比赛四名队员将分别化身力大无穷的海子牛，将缆绳捆在腰间，分别向四个方向前进，抢夺海鲜，最先抢到海鲜者为胜。四位海子牛们，你们的面前每人都有一箱丰盛的海产品，想不想吃？想。想吃的话，就向你们的海产品冲去吧！准备，开始。我说刘刚，你小瞧你的对手了吧？别看我瘦，可我的力气不比你们小。不带你们这样玩的，我都已经摔倒了。真是不容易呀、这个比赛结果已经不重要了，这个就算我赢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身上都有非常浓郁的这个海子牛精神，对，还有海宁的气息。你每个人，尤其是这头牛，你好像很喜欢在水里打滚。叫什么名字？何晨宇。何晨宇。爬的过程中，他比较狼狈，但是主要是因为那一轮把他腿抬起来了，他
他厉害的是他的腿。再次感谢所有的来参与游戏和我们一起互动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有本事一辈子都别回来，有本事永远都别到如东来。凭什么不到如东来？对，我们凭什么不回来？啊，这又不是你家的。对呀。哎呀妈，路过呀。又回来了。对呀，我们玩够了。玩够了没有？玩够了。玩够了。好，玩够了，好，玩够了，继续呗。我俩回来是想看看你找的牛人是啥水平。对呀、啊，我告诉你的，说了吗、啊？我从今天一开场，你就我不能愧对我胸前的两个大字。我在黄海，在我的龙宫里边，哎，那水质相当清啊。啊，我一抬头，哎呀，看到我们家花园里，一看这干嘛呢？一帮孩子在那个帆船上做游戏呢。哎呦，我说这孩子们会玩会玩，就不用找，就这些孩子们上来随便给你比划几下，你都觉得牛。观众朋友想看的鼓鼓掌，来了。你好，你好，咱们小哥几个给他们好好亮了绝活。你玩了什么？给他们来点什么？玩点我们平常就是那时候在船上，嗯，围杆上玩的是吗？对，一些小动作吧。哎，这几位如东的渔家小伙从小在船上长大，常年跟随父母在船上捕鱼劳作，他们在甲板上练就了很多绝活，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录制现场，一展他们的风采。哎、你看他倒着能爬上去。这孩子太调皮了。哎呀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。太好了，现在属于正着爬，他那个有水。哎，哇，要要要要，哎呀，就这招也不是一般人，这叫空中打滑。你看看我找的小孩，你看，哇！你提前怎么不告诉我？你吓我一跳！哇！哎，万一要蹦过去发现杆不在怎么办？他太有劲儿了！哎，还能下来！哇！看上去他好像肌肉不是那么的发达，但是感觉太轻盈了。太棒！哇哇哇哇！看见没有？这都是我表弟。熊爬树，熊爬树。哎呦，这多么像动物园儿！刚刚那杆是竖着的，假如说把那杆横着拿，让他们从那上面跳过去。你说的是跳高啊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哎、我们举多高，你们跳多高、啊。这可我们可是手一直在往高升，你们别吹牛吹大发了啊。可以，你俩举杆，你们一点一点这个增加高度就可以了。举高点好不好？举这么高。对，先从低的来。这么高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来。这高度我都过不去。哦。好，啊、增加难度了啊！嗯，这么高，我一下就升这么高。开玩笑，这么高算矮的，你再高一点。我那么高。现在大概我190嘛，然后举起来大概2米2吧。你睁着眼说瞎话，我3米4我都没说过。来，难度越来越大。哇！还有没有人敢了？哎，现场有没有身高更高一点的？来两个。你有1米8吗？他怎么会有1米8？好，你有1米8，来你们俩举。啊，你们俩举棍儿。现在要超过2米了，有没有问题？这次如果成功，掌声和欢呼声要比刚才那个要5秒钟，5秒钟持续。来，兄弟们准备了，走了。哇哇！5秒！好，接下来我们让刘刚尝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个，给他降低一点，别太刘刚，他身高1米9，我们给他降到1米9就可以了。
朋友们，刘刚现场为我们现演，现场表演。来人！啊！动作很轻盈。动作很轻盈啊！在我们眨眼之间，他已经顺利的完成了底下钻杆的动作。服不服？我真的，这真的很厉害，真的，说实话，真的很厉害。那你们只要服就好。嗯嗯。啊，服了。只要服了，给我们刚刚的几位帅哥10秒钟的掌声，好不好？也给这两位帅哥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谢谢。现在大力发展建筑业，施工队伍不断扩大，施工能力不断增强。现在在这个行业里出现了很多能工巧匠，今天我们现场就来了一位在建筑业大名鼎鼎的人物，他用挖掘机自创了很多独门绝技，他到底能用笨重的挖掘机做出什么精彩的表演呢？你想不想看看？想看，那我想看看挖掘机到底能玩成什么样。好，哎，准备好了吗？不是，怎么称呼你啊？我姓葛，姓葛，哎，对，葛鹏，葛鹏，哎，咱们先给他来点什么绝的？那我就给你们表现一个那个用挖掘机叠酒杯，叠酒杯，酒杯，就是一层一层码起来。对，用挖掘机叠酒杯可还是头一次听说，普通人用手叠高脚杯都要非常小心，这么笨重的挖掘机做这么精细的活，它到底能否成功的？我们看，哇。看，挖掘机前面有那小铁架子啊，这个要非常非常的精准，才能够把酒杯拿起来。有点像手一样。哎，还不能碎。那么笨重的一个大铁家伙事儿啊，拿那么小的一个酒杯。啊，这场对准都很难。所以完全在他手的。这个掌控的精准程度啊，哎，还要把那酒杯在那边重新再排列，把它码起来。哦，它要挨得很近，然后在上面再放。哦，哎，要一层一层的。而且本身这个挖掘机它也有自己的一个惯性。对。现在就要码到第二层，要往上面码了。看，好，已经稳稳的码在了第二层。这还不算，这刚完成一半。现在你要让他这个注意力特别集中。哎，慢一点，不用着急。你看，就让你用手码，你也会非常小心翼翼才能完成，对不对？要碰掉了，要碰掉了，要碰掉了，要碰掉了。要是掉了，也是被你吓掉的，不是碰掉的。哎，好，第二层三个酒杯已经成功了。慢一点，对，慢一点。他着急了。不用着急，我们紧张了。我们有的是时间，不用着急啊。
全神贯注，注意力集中到你这个挖掘机前面的那个点上。咦，他在犹豫？不，他在他在移动，他的眼花呢？他在移动。好，这是第三层的第一个杯子，我们看看。哎呦，稍稍有点晃，但是依然稳住了。好，下面是第三层的第二个杯子。哎呦，离我们胜利越来越近了。你看，越来越慢了吧？因为越来越难了。好，大家看到是第三层的第二个。好，现在第三层的第二个杯子已经稳稳的码好了。好，最后最关键的最上面一层只有一个杯子，如果这一个杯子再稳稳的码好的话，我们牛人挖掘机牛人就即将很顺利的完成了他的表演。看看啊，这是第四层，不要着急，慢一点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好，第四层成功了，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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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成功了，光有杯子。对呀，你这熟练工种。有酒才行。这就是故意难为人。对。你要杯子里有酒还差不多。哎。我肯定不能给你龙王丢面子。看我的兵，不能给我丢面子。那你想丢点什么？你的意思是你有酒？对，就是也用挖掘机开酒瓶子。对。哎呦，听错了吗？吹牛。那就让他们心服口服，对不对？让你们心服口服。啊，上车。哎，让我们看看。上酒。哎，你看他还有专用的家伙事儿啊。哦，要在这边专门弄上一个开酒瓶的这样一个，就跟我们家用那个瓶帖子一样。脆弱的玻璃瓶用坚硬的挖掘机开瓶盖，如果一不小心很容易会把瓶口弄碎。大哥你能行吗？开酒现在开始，那你们俩睁大眼睛看啊。盯住啤酒盖啊，你要稍微劲儿大一点，这没有扳子开不了，就会把瓶子打碎的。好，盯住啤酒盖。好，今天下雨有点滑啊。你别着急，马上就开。好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那个服不服？不是，你这假的。不是，我看看那是真的酒瓶吗？当然，酒啤酒还有错吗？直接拿下来，看看是不是啤酒，看看。好，是啤酒，行了吧？哎，那不行，是啤酒行了。你俩要求的是。没有酒，现在酒打开了，请你们二位把它喝掉。酒是开了啊，但没有杯子。是啊，我们可是文明人。这不现成的杯子吗？那酒没有倒到杯子里。倒到杯子里我们才喝。耶、哦！还要把这酒倒杯里。酒倒到杯子里。耶、哎！两位主持人也太损了吧！用挖掘机倒酒需要很高的精准度，更何况要求倒进四层高的酒杯里，并且不能把酒杯碰掉，这也太难了吧！他到底能否挑战成功呢？哎呦要倒，哎呦要倒，哎，你要倒，还有弹性，哎，关键怎么倒？关键怎么倒？让你看看我们如东挖掘机牛人啊，这里不光有酒还有土啊。哎，倒不准。哎嘿嘿，好、哦、哎呦，好，还真倒进去了。哎，继续，让那个沫少一点，酒多一点。哎呦，好，我、哎、下边那杯也可以，下边那杯也可以喝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它都是那种香槟塔的倒法，太好了，直接可以流下去。哇、wow。
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好，掌声鼓励。为了庆祝我的挖掘机牛人表演成功，你们俩自罚一杯酒。听不见。你们都不怕事儿大呀？文革就啤酒啊！干了，干了。好，干掉。对你们惩罚。我们再次掌声送给我们的挖掘机牛人葛师傅。说实话，这个蠕动不仅让你们大开眼界，也让我大开眼界。真的，吃海鲜就是不一样。特别特别开心，能够在这个美丽的春天来到我们美丽的蠕动。哎，好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内容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，我们的农事网，还可以关注我们农事网的官方的微信、微博，还有我们的移动客户端。另外，你要想知道更多内容，还可以进入我们的央视网，搜索和检索我们的内容哦。